来看到这个乌龙罚单太夸张了，有民众接到超速的交通罚单，就看到他的时速是多少，居然呢标时速是1623公里啊，这简直比飞机还要快啊，所以呢太离谱，怎么回事呢？一起来看。哇，超过1583公里哦！哎，有没有看错？连车主也很惊讶，是罚单上的超速速度竟然高达1623公里，普通飞机时速也才900公里，这台车比飞机还要快。你在骂你冤家哦？哦，对啊，差点要离婚呢。收到罚单的老婆看到罚款竟然高达24000元，当场和老公吵一架。不过后来才发现，原来这是一张乌龙罚单，连警方看到也很惊讶，连忙道歉，对这个违规驾驶人哦，造成他的不便，我们这边就深感抱歉。原来超速照片的确是警方拍的，但是照片和红单却是委托外部厂商帮忙处理。这次出现超高速罚单，很有可能是厂商一不注意提错了。一台车的时速比飞机还要快，听到的人都呵呵大笑。看着这张乌龙罚单，车主还开玩笑说，是不是之前搭飞机去泰国玩时被拍到的？中央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